里是由 Southern Nature 独家冠名的珍稀妮珍主播，我是本次活动的参赛选手戴安娜。那么美丽漂亮肤长貌美气质端庄大长腿，对哦，以上说的这些呢都不是我。这个夏天最具期待的活动即将来袭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呢？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大家好，我是选手茶妹，在这里提前预祝全球华人中秋节快乐。这里是 Southern Nature 独家赞助珍稀妮珍主播活动，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东 Southern Nature 独家冠名主播，比赛进行中，不要看我今天虽然穿得有点松，但是我内心有一份躁动，关注我，一起开，一起疯，一起红。我是你们的特别主持人陈思颖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了 UNASTONY 做线下推广活动，关注我就会帮你哦。好身材是吃出来的，今晚我会带大家探寻更多的心理真宝石哦。关注我，关注珍稀妮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由 Southern Nature 独家冠名赞助的珍稀妮真主播活动，我是种子选手亚瑟王，移动表情包江湖尬客王，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活动，更关注我亚瑟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uthern Nature 独家赞助珍稀妮真主播的主持人与选手之一，我是 Tunston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悉尼最闹的夜市里面，看到我们的珍稀妮真主播有个摊位。Southern Nature 珍稀妮真主播，我是你们的情感顾问老张。在这个劈腿、出轨、约炮横行的年代，你们的感情经受住考验了吗？经常有人在网上发问，男朋友出轨了要不要分手，女朋友怀孕了孩子不是我的该不该分手。我只想说，智商不超过50不许谈恋爱。好了，请关注我，你们的情感顾问，我愿意为你们提供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议。